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首歌是放个假，然后就是等一下，就是其实唱的不怎么样，还有你们，那至于是哪边，你们要帮我们唱，就是到了就知道了，就跟人生一样。那吕浩福哥加油！却没想到每天一直重播，怎么没有冒险的感觉？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，几天差不到移动，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，一间加油站，一间服装，一诊所，一只黄金，两只青蛙，我偶尔会认出两个明星，多装满一杯咖啡，追赶跑跳，仓促的有点好笑，仿佛被等待绑住网线，一直拉着。东西还是一直忘了，诶，是忘了还是掉了，还是忘了还是掉了，诶，就这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，存在感还是彻记录器里成为摔倒的，稍微暂停也是饱的，继续前往下一关，走慢慢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，有问他最近怎样，回答还是重要要啊，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站，怕说撤退明天休假，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，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，暗潮汐整天他好想这么放松，甚至有点放纵的来场约会吧。我们手拉着手，用分享秘密唱着歌，巴拉巴拉巴巴。就这么放松，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。你的想象力和我的心，他又过了一个路口。大家明天还没放假，要上课哦。